高中程度入学。这件是教授的要求的。啊，对，罗文经理给你加个床位，看你是最小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成？行不行？真的很行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洗澡。等一下。嗯。不能一起洗。我操！你以为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宝宝，困不困？困了。早点休息。那你还是要在你的小床上睡呀。一个人睡不着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有他陪你呢。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我不是你男朋友，这不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晚。会碰到你的背，有手托住你的心跳，无论向前过。原来这就是恋爱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思念之影天上的爱情依然在增加，自然调节象征着爱情的